起床呢。老婆，这么冷的天儿，那我们再睡一会儿吧。对呀嘛，你们起不起来？我也想起来，被被子封印了。不信你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起床。老婆，你看这被子太强大了。我们也是。洗浴，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乱？不会吧？西西，你看你的皮肤又干又裂，都出现小红点了。怎么办？没事，西西，我给你准备了松达小茶霜，冷到萃取了山茶油成分，油酸含量高，保湿滋润，效果好。冬天就怕你脸干，我们涂厚一点，清爽不油腻，舒舒服服的吧，不怕苹果脸哦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睡。我让你们睡。又吃饺子啊！不想吃，那你别吃。